大家好，我是 Dixon。Hello， 我是 Jennifer。OK， 今天为什么有一位美女在我旁边？啊，你看这 video 知道不简单了。最近啦，有网友介绍我一个 dating apps， 就是讲我们在那边认识的啦，就是 Juicy Dating。为什么还介绍我这个 apps？ 还有两个特点，我最喜欢的特点就是简单方便，讲简简单方便，就是讲它有一个叫发布约会的东西，就是讲你很懒惰吗？我最讨厌 apps 这样了，就是在里面一直聊一直聊，就很慢嘛，聊不到什么东西讲。然后它就有一个 system 是给你，就是讲发布约会，就是讲你发布了，比如讲你要去看电影啊，你要去吃饭啊，你要去约会啊，还有约会啊，然后要去旅行啊，所以它这个好处就是在这里要发布约会，你要去哪里都可以。甚至啊，如果你厉害的话，你就可以约炮嘛，是不是？看你们啊，你们的能力到哪里就靠你们自己啊。OK， 所以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，它是有一个 security team 很安全的，它能防止那些诈骗。我差点忘记了。对，还防止那些诈骗，然后直销啊，还有援交那些，他们会抓啦，会抓，所以你不会中骗哦。老实讲，绝对是安全哦。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它的方便就是在这里。所以今天重点来了。啊，今天为什么在我旁边？就是今天我们要约会，是因为我已经把你发布的问题全部是过 pass 了，是吗？所以我在这里。对，所以就是讲他发布了一个约会，那时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态哦，我就去约他，然后就on 我，因为他发布讲他去旅行，就一日游那一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当一日女友，我讲 OK 哦，这样我就拍这个 content 来玩，所以有兴趣去 follow 他的，来可以来这一边，来三个人，对，没有错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？有海边地方。你要去海边的地方，然后要旅行一天哦，这样很难做到了哦。多想一下先啊，可以去把我拍到美美的地方，拍到女神的照片。主要是去拍照。然后我主要就是需要一个刚才讲一下一个会抓鸡的男生。哇，这样就是我了，你看我抓这些鸡鸡掉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会去什么地方我等一下再讲，所以我们现在出发，到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讲。OK， 拜拜。OK， finally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房间了，0908。所以你现在要介绍你的 room tour， 现在你要介绍整个房间的构造给观众知道一下。超美的房间，超美的。废话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其实这。哇，浴缸不错啦，老实讲这有两个花洒，然后它整个浴缸的那个设计是蛮不错的啦。这里你马上要介绍，这里是 OK， 我不能带过他们啊，这有两个人是试穿啊，所以很勒背啦，我觉得很勒背，是很勒背。这里是衣橱，这里是镜子，照着漂亮的我的镜子。可是我们今天来这里拍摄吧，其实也没有用到什么啦。这里是厕所厕所还有马桶，另外分开了。OK， 现在你要介绍外面啊，外面才是重点嘛。这个哦，这里就是泳池，1.2米，还怕你淹死，特地给你这个救生圈。哇，然后你看外面的 view， 呜，哇，这也不简单哦。哇，果然不简单啊！你看下面就有泳池，泳池那边是露天餐厅，然后这里全部都是度假村，像一个大红花这样。然后还有一点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收纳。哇，所以讲这间的房间是蛮齐全的。然后你今天叫我来这里是要给我什么任务？我应该要做什么？这才是重点。我听讲是要做摄影师，不是要做男朋友。现在就去换衣服，然后我等你。OK， 现在我们的女主角已经等了她半小时，她终于搞定了。所以，哇，怎么你穿得这样性感？虽然对我观众来讲是好事啊，可是我会中黄标耶，小姐。会耶，最近 YouTube 一直给我中黄标，如果你再穿到这样性感，这样我就死了。因为不会的啦，所以我现在已经 cam 准备好了啦，然后我要帮你拍啦。好看吗？暂时来讲是不错啦。真
真的吗？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这真的可以，差不多是这样。这样很奇怪，我要看我的花。OK 啊，你头转过来啊 ，OK。很奇怪啊，对着那个电。你不要两只手了，一只手了，当然是。很奇怪啊。啊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头再弯过来一点。啊，可以，一二三 ，OK， 再来。好看的吗？好看的，你不要 complain， 我专业的呢。一二三，这样讲我要近一点。来，一二三，果然是专业的模特啊，随便一个 pose 都是 OK 的。所以你要还要拍没？要。我很懒惰，因为。等你够。我以为我。你上班了。没有，我以为我今天来是享受的，结果我今天来是。左顾累啊，你记得吗？左顾累啊，我今天没有通享受，又没有通宿舍游，等一下晚上又要回去了，然后我要帮他拍照，现在是，所以今天我是一日男友，是一日男友，不是，绝对是，没有没有不辛苦，绝对不辛苦，对啊，继续，快点，我直接给你200张了，这个 pose， 不可以，你不要一直连他哦 ，OK OK OK， 快点。OK， 再来，啊，再来 ，OK， 来继续继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所以我们的拍照片今天就到这里，所以我不想再拍了。然后我现在我还不够，我不满意。我不知道啊，你自己看啊。拍到我的腿很大。我觉得不错嘞，我觉得应该很不错了。所以我现在要进去这里睡一个午觉。啊，就是这里，我躺这里了，你看，因为我昨天哦7点才睡觉早上，所以我11点就出来，就要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很累，整个人，我现在要睡一个觉，我现在不得空，然后他自己先拍他的照，然后我睡饱再讲。OK， 既然迪生这样喜欢骗人，所以我也是有帮他准备一个 prank， 他刚好现在在睡觉，他很累，给我一个人在这里自己玩，要去 prank 他一下。OK， 所以现在我要开始剃完他的脚毛，这样帮我拍照，他给我随便拍，随便轮到我，他睡觉是睡很爽，是帮我把他剃毛。喂，你怎么有毛的？我也不懂哎，哎，怎么你睡觉下全部毛脱这样多？你脱毛啊？啊？剃我脚毛？没有，我看你脚毛很长，帮你清罢了。喂，喂呀！嗨。歪了喂，你帮我涂我吗？这个啊，这个是纯天然的沙泥。面膜面膜，老魏，我在睡觉，你要做高我，这样对吗？哎，我自己好哎，我帮你做面膜，再帮你剃脚毛，这样我女朋友哪里长？先睡觉睡到爽爽，你睡到很累，我帮你做。现在我睡觉睡到爽爽，我不用做面膜，我只需要睡觉我就足够了。没有，你的脸最近太惨了。什么？哪里有做你？为了你好，你看哪里有人会帮你敷面膜？已经没有人会帮你敷面膜了。我老伟敷面膜，敷一点不敷一点，什么鬼哦？你一直动来动去。哇，这个很像那个河豚那位。你没有化这妆吗？你喜欢你吗？这样子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输的人要帮对方化妆，要化什么都可以在那里。化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包覆我，让你化。我感觉没有，我感觉这个是 trap 来的啦，我感觉这是 trap 来的啦，很像要没有，我给你套我进去陷阱，包覆我啊，你可以化我脸啊。OK OK， 既然是一日女友嘛，我一定要答应的嘛，我不可以不答应，所以你要玩什么 game？ 你给我讲先。最简单的 game 哦，我们剪刀石头布。
然后如果输的人呢，就要背画。OK， 可以。很早，背画哦。你输的话，你就背画哦。你要这样，你就这样哦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一路你有吗？给你机会。我们要配合，没有看过我脚，我都算了啊，是别人啊，我直接打的，直接不高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不可能输了。我给你机会赢，你要说我不会，你要说我不会。我出石头。这样我出布哦。OK， 剪刀石头布。哇。我没有骗你啊。他老实哦，还有老实哦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应该是我最近给人家骗多了。我赢啊。我要你赢啊，所以你要换我脸。我换你。OK， 可以。所以我就坐在这里给你换啊。我换一个位置，我要去那个镜子那边啊，这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了。OK， 现在进入化妆的环节，所以他要讲话就随便他话，因为我也不 care 啦。你看，我们这种做喜剧的，你看最怕的就是脸皮厚，是不是脸皮厚？不怕的，你不是有弄进均匀的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耶，这样不是乱搞，没有专业。没有，直接 freestyle，freestyle。OK， 我觉得这样很 normal 吧？那个谁弄到更丑啊？那个 Ivan 他们，那时他玩 game 弄到更丑，还没有，这个、还算是不错，还这还算是不错，还没有好。来，看你有什么 skill 给我，到底是哈？所以现在是好了哈？是不是好了 ？OK 我。我数三，又拆开哦。什么鬼啊！我老哎，你看我的头还有叉哦叉哦。TikTok 有没有童年？你看，我觉得我绝对会给网友屌啊！这是什么白嫩还是 Chucky 啊喂？这个很性感的嘴唇。哇！不要不要不要拿太近，不要拿太近，等下会中屌，绝对会中屌。中黄标，中黄标是？没有黄标是黄标是不会，黄标是黄标是你的那个性感的比基尼。我的是不会中，所以现在 OK 画好了，他爽了吗？你爽了吗？爽。所以现在你要讲那种？我要去冲凉。你要去冲凉？嗯。好，你冲凉，叫我继续睡觉。可以。你要做梦？你那边有浴缸啊 ？OK， 有浴缸。现在有浴缸，你要做什么？对，现在他要我帮他做 bubble， 就是 bubble bath。OK， 没有问题。然后我就。现在开着一点水啊，然后就我要用手去弄它，有爸爸是吗？你看哦，你看它的爸爸不粗的。所以我这个要放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乱乱放。不要放太多，不要用啊，我还要泡多次的。你要泡多次，所以我不懂他们女生为什么这样喜欢泡了。你的我的那个水要刚刚好，一半一半。哦一，哦，所以它的水位大概是要到多少嘞？因为你有点重，所以下去的时候要直接洗来。OK， 没问题，所以你去休息，然后我就继续弄这个有的没有的东西了。知道吗？倒吧你了，不用看了。下次去了。OK， 我现在有个 plan， 就是这个笑的，其实我没有跟他说。他就一直叫我做东做西，我在睡觉还弄我起来，这样我就被呛了嘛。OK， 现在我做好这个他的洗澡水先做给他，然后他等下进来冲凉的时候，我要跑路了。就是今天的影片我也不会拍很久，因为我很累啊，给他弄到很累，所以我不想跟他做了，所以我直接跑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先做这个水先，我等下好凉，我直接 end it。OK， 基本上这个泡泡澡我已经给它弄好了，这样完美。哎，好了喂，你还不要进来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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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满不满意先？你动一下这个水，看怎样，适不适合？刚刚好温度。冲完。OK， 所以你先冲先，冲先，我不要打扰你，等你好了再叫我啊。我穿鞋。Run。OK， 我只想跟他说，谁叫他就是做高我的主人，所以这个房间就留给他慢慢用。好，等一下他就自己会哦。所以泡泡澡就给他自己慢慢泡。
现在我要回家了，就这样简单。你们会说我，哎，怎么留下一个女生自己绕跑？等你经历过这种事情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，然后喜欢我的人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，OK。然后喜欢他的也可以 follow 他的 IG。然后现在我就是要回家了，就这样简单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三友娜拉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ixon。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。现在我要送出一个非常丰富的礼物，那就是传说中的 iPhone 11啦。谁想要得到的呢？快点去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礼物。快，我只跟你们讲吧，不要跟其他人讲 ，OK？ 所以记得啊，一定要订阅我的。小铃铛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G， 然后我就会送去你的家，把礼物送给你。所以现在赶快行动，拜拜。